即时新闻综合报道，花莲大地震至今已过了一个多月，但当初参加救援的特搜队员们仍心有余悸，有些人还是跳脱不出当时的场面，尤其是看到遗体是母亲抱着孩子或夫妻相拥的救难人员，只要一想起来那个画面就觉得相当心痛。专家说，搜救结束后如果出现易怒、烦闷、流泪等情形，最好找专家咨询，很可能是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PTSD。 联合报报道，桃园特搜队张姓队员透露，当时看到倾斜的大楼相当震撼，当天被分配到搬运大体的工作，当闻到尸臭味，看见尸水流出，那感觉相当震撼，还不时有余震，当下真的会怕。有名搜救队带队官说，过去曾参与921地震、台北东兴大楼、台南地震围观大楼救援，从未遇过像花莲余震这么多的救灾现场。当时有余震时，虽然镇定的指挥大家快撤离，但其实内心还是很害怕。长期辅导消防员的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兼任咨商心理师林雪晴透露，救难人员都被视为英雄，但其实他们内心有相当大的压力，也不太会向别人诉苦，导致创伤记忆挥之不去，很容易会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台北市搜救队长许志敏说，在灾害现场看到遗体不完整的罹难者，画面很容易留在脑海中，没救到活人也会让救难人员自责，还可能对救灾有心理障碍。